大家好。这是一个小水坑来的。它的水深在50公分左右。昨天刚下过大雨。今天就过来这里游钓。好高，越来越高了。还掉过，对哈，掉几多？再掉过来哈。这种地方适合长竿短线。这个水坑上面是一个西瓜旁来的。又一条长脚鱼，来搞了，终于哦，这一条鱼大力不小，怪不得螺飞来的，一条螺飞啊，长脚鱼，这种长脚鱼是我们本地的一种品种。小小的一条，这种是我们本地品种的长脚鱼。罗非。又来搞了。这么大，马上来搞了。脱钩了。在这种小水坑，如果你遇到了，一定不要错过。就刚才过去的手眼。现在要开始下雨了，准备收摊回去。下面看一下鱼货吧。这就是收获，有罗非、长脚鱼。